雷伊张大爷给小石打电话，家里有四棵桂花，高度在2米左右，一共是这么4棵哈，都在2米左右哈。看一下灌幅比较好哈，灌幅丰满紧凑，灌幅在2米23左右，树头非常旺盛哈。品种全部是红花丹桂，咱们俗称的八月桂哈。看一下，全部是北方用流苏嫁接的桂花哈，高嫁接，分枝点在1米左右哈，啊，高贵高贵，这种非常适合庭院别墅地栽哈，种在大门口一边一棵，非常漂亮。咱们的桂花哈是用靠接，不是嫁接的哈，因为靠接的生长缓慢，开花花大花厚哈。看一下，靠接的10年往上哈，都是标准的1/3，全部是1/3哈，分枝比较好啊，分枝长得非常旺盛，每一个分枝都在3-4公分左右，嫁接的10年往上的全部已经愈合了。看一下，非常好啊，这4棵，不零卖，单卖的话价格稍微要贵一点啊，树形都是不错的啊，杆直茂圆。看一下4棵杆特别直啊，这4棵要是一起打包的话，性价比非常高哈，还是4棵一起打包最合适了。看一下这4棵，每一棵都是质量非常好，冠也比较圆润哈。看一下，全部是红花丹桂哈。像咱们北方这种嫁接的桂花哈，室外冬天不用保温，在黄河以北啊都能种，就是南方的朋友，黄河以南的朋友们也可以种啊。这个嫁接的桂花抗冻耐热啊，适合全国各地啊都能种啊，你像室外啊室内都可以啊。现在6月份已经上花苞了啊，马上就要开了啊。8月桂花香，说的就是红花丹桂，红花丹桂啊，花大色泽啊，香味浓，非常适合庭院种1棵2棵啊。你像这2年这个桂花作为庭院风景树特别的受欢迎，尤其像这种高杆的桂花哈，高贵，你要是在市场拿的话，价格都不下4000-5000左右。因为咱们这是桂花园哈，艺术基地，所以说价格相当便宜啊，4棵大包价11500，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，都是嫁接了10年往上的老桂花哈，而且树形是非常漂亮，质量有把握，这每一棵都带着根哈，全部带着根盘，可盆栽可地栽哈。今天分享这4棵桂花，质量非常好。有喜欢的朋友们，或者对这4棵桂花感兴趣的朋友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或者私信小石都可以。